到朝歌、天桥、北京姑娘、仗义。最喜欢北京的五月，因为槐花开了很香，还可以用来做饭吃。北京人讲究，讲究玩儿。爱养鸟，养蛐蛐。晨起去公园遛弯的话，踢毽子，遛鸟的人最多。逛北京的话，就去长城、香山、天安门。去胡同住住，跟下象棋的大爷侃侃大山。